我女儿那是抱着我妈妈，她怎么说你知道吧？我说我要跟妈妈关在一起，我们当时警察怎么说？这就叫花生是在关你说。你说这是警察有人性吗？你说？他硬要把我几个警察硬要把我女儿从我身边抢走，后来女儿发疯了，你抢我们就要咬了他，我女儿不会咬。对啊，我觉得。我们高一三人了，高一下吧。哎呀，官官相护。哎，警察，我们来广场这边算不算非法？走，像这样走过。这当然不算非法，合法的了。对呀、啊。我们但是你们也什么也没干呀、啊？对啊。但是回去我们就要被抓。警方说我们非法。也没有行为。但是我回去要被拘留，我要找你。对，我想的这地方是北京管应该的，北京是无法的。我要去警察的。不会的，会的，我下不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去这边好好洗。警察现在说了不犯法，我们心里有知道。但他要关押你啊？他讲的话，我们看到。他要关押我呀。录音下来的呀，把他刚才不非法，我们就录音下来了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两位的，还有两位。哎，两位正好。还有俩人正好。妙和平，先等会儿。小的跟旁边。啊，我看我的手机。有这场。没有，你听话，两个白事，我这白事。他那个，我看车辆多，他说几五年，完了你挂了，我说我们也能走了。那，这是有我照片，怎么的？姓什么？乔。乔警官是吧？乔 Sir。不是，如果再跟他说完的话，估计他得该走了。不用写就行，名就行了。嗯，所以这个警官有君子风度是吧？君子之风。啊，是呀。君子风度，做君子的，根本不要怕的。是放在良心上做的。啊。上海警察做黑钱的，全部是作假。为什么那么多钱？我把一个钱都来了，上会拿来钱。把葡萄发完了吧？那好呀。我想什么？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们今天犯法吧？我们回去是不是被上海要关押？民间的，57年，乔警官呀。乔警官，我们今天这样算不算？违法。反正我们这来说肯定不算违法啊，因为你什么都没干。他可以关押我们吗？你上次来唐人山的时候违法了。他可以关押我吗？这次没有，没唐人山，这不算违法。也不算非法。对啊，就那正常执法了呀，正常执法了啊，是不是？他要关押我怎么办呢？那你就找他理论。找乔警官，我来找乔警官。对，找乔警官帮你作证。对。这个法律是中国是一样的，没有说北京和上海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